第一篇介绍说 antiviral 的 medication 是否在 best possible 的病人是否有对他的一些神经的症状是否有帮助。那这篇文章开宗的名义就是他写到说有两篇的trial 是写到说如果单独使用 antiviral 的 medication 对于best possible 的病人他的神经症状预后是没有特别的帮助。那这边原理是说，因为我们原理上 Bayer's palsy 的原理就是因为 herpes virus 会造成 nerve 的 demyelination 跟发炎，所以我们使用的药物治疗就是抑制病毒的 titer 还有抑制神经的发炎。那所以这边就找寻了data 上面一些brand 的一些 data， 然后去做一些proof。那可以看到的话，这个就是他做4组的比较。第一个组就是 antiviral 跟 placebo，antiviral 跟 steroid， 然后第二组是 steroid 加 antiviral 比上 placebo， 跟 antiviral 加 steroid 比上 steroid。那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说，如果单独只使用 antiviral 的话，它的效用是比使用单独使用 steroid 的效用很低很多。那 antiviral 跟 placebo 比较的话，甚至没有明显的统计上的差异。那如果使用 antiviral 加 steroid 的话，比上 placebo 虽然是有效果，但是如果跟steroid 单独比较的话，是也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意义这样子。而且我没有读这一篇，所以我想问一下，所以他那个表，这个四个象限，四个象，他是指说他是指说我们来看说在一年之后他的 recovery rate。对，所以左上角是 antiviral 跟 placebo 比。左上 antiviral 跟 placebo 跟 antiviral 跟 corticosteroid control 组是上面，那 treatment 则是左边。那 treatment 是指 antiviral 跟 placebo 比，那 antiviral 跟 steroid 的比较。这是一个 study 吗？不是，它是找网络上一些 database， 然后把它pull 在一起，然后这是几个 study？ 他没有写说他抓了多少。他写两个 study， 他是写说有两个作者去搜寻这个 data source， 然后去做。去把这些做比较的，所以是说他把他找到的 study 再把它破进来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左上角是 antivirus 跟 placebo 比，对，所以有 antivirus 比较好啊。antivirus 跟 placebo 是没有 antivirus 没有意义上统计上的差别，统计上没有差异，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给 antivirus 也没关系。对，好，那右下角是 antivirus 加 steroid 跟 steroid 单独使用做比较。那虽然有差别，但是也没到达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所以、okay. 这篇的所以还有一些是 steroid 跟 antiviral 比。对，那 steroid 的使用是很多文章都看到是说有明显的改善。我们有一篇是各种类似的，就是讲没有爬行，但是是用 steroid， 之前有讲过，然后是有使用。右上角很有趣，是他把 steroid 跟antivirus 跟 steroid 比就对了，对，然后 antivirus recovery 比较少， antivirus 跟 incomplete recovery 比较多，对，所以是 steroid 比 antivirus 好效果。可是都没有跨过去啊。steroid 是有跨过，它的 range 有跨过去，对，那所以 steroid 比灰色都是没有。都没有统计上的不好吧？不是好吧？好啊，是这样比 antiviral 好，是负负得正啊。incomplete recovery 对。可是我就觉得太早了，他们那这篇文，所以又左下角是吃的，左下角这个就是两个加起来跟 placebo 比，对，他没有写到说没有打哦。所以这个比较好，对。对，它灰色是都没有统计意义，可能是两个一起用最好，其次是 antiviral， 其次是 steroid 的。两个一起用是最好，其次是 steroid， antiviral 没有差。跟 placebo 比起来，比较好，对啊。对，它没有，反正是有 steroid 才够才行的。哦，它这两个没有差，对对对。
只要有 steroid 就行了 ，antiviral 没差。也合理啊，因为基本上你在 antiviral 里面，它那个是 virus 之后的，所有的那些病毒的反应。因为我把它看到第一个就是哦，给 antivirus， 我们都没有给。我那个跟就像 sepsis， 它可能是没有清干净的话，会一波一波一波这样。想说也许有一些 additional benefit。就有些会不会之前遇到一个，他就一直很担心自己的之后脑膜炎啊、什么病啊，而且重点在于说，他是 anti herpes 的。那个叫 Rain Same 好还是什么？那个那个什么 Rain？ 0.88，这个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负负得正。不对，他这个就是有他的 relative risk 是说 incomplete recovery， 所以大于一就不好。对啊。所以就是说，但他这个没有显著差，因为跨过一了嘛，所以这两个都没有显著差异嘛，要看这两个。所以在这边的话，它大于一的是不好的，所以就是说 antivirus 比 corticosteroid 差。好，那这个是反过来，就是这两个比 placebo 好。所以这个表达方式还蛮特别的，我也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为什么下面这一点几乎？下面也，如果比较说 steroid 的跟两者合并的话，是没有统计上的差别。有没有让 antivirus 有差？所以这个还是在比 antivirus， 只是说看有没有所谓的 interaction， 就是说会不会两个加上去之后有差的？通常这样来看。是没有更好，因为同几天都是没有更好。Antiviral 跟 Placebo 其实差不多，没有变好，因为跨过一了，快跨过一啊。对啊，但是 R0.88 还是可以做比较好。没有没有，那个是估计，点估计是有统计意义而已啊。没有，点估计是0.88没有统计意义，它不见得比较好。不是，它现在都在只有破高。不。实在是蛮多的。steroid 跟 steroid 是比较差，对 ，steroid 比较好。就是它有，它没有写统计上的意义啦。对。那0.88就看一看就好，因为你下一次你不知道会是1点多、啊、还是0点多，对啊，它已经跨过去了，你有95%的机会下一次还是落在这中间，所以那0.88就参考一下。对。那当然，如果他真的现在很少的话，是可以考虑。可是这个1000多蛮多的。不过另外一个问题，他是把它破在一起的啦。所以这个，因为像讲那个0.7，它那个跨越期嘛，就这样去，差不多1点点。我们可以说它有那个 trend， 它有这个 trend。不过它这边 paper 讲到说，因为这个它的布偶有些异质性。哦。对，所以统计上。他一的是应该要做一个 random effect model， 要把它 study 的差异性考虑进去，但是他永远没办法排除掉所谓的 clinical heterogeneity。临床上如果就差很多，你就不应该把它破在一起。就是 meta analysis 的第一步应该就是要这样。不过这个小品啊，所以大家看一看就好，没有太多答案可以。我也没有支持我们给的例子的证据。可是他的 antiviral 是给，所以这边的结论就是 steroid 确实对于Bell's palsy 是有帮助的，但是 antiviral 的话对 steroid 的话跟 steroid 比较的话是比较没有帮助，而且它跟 placebo 比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两者合并对跟 steroid 比的话，是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对啊。那这个篇的 take home message 就是说，对于治疗 Bell's palsy 的话， antiviral medication alone。
单独使用并没有对于这个治疗有帮助这样子。对，这是你的 take home message 啊，这是上面的 take home message。他每天都他上面的 take home message 上面都会有 take home。哦，因为 steroid 这个事情你知道，所以不用 take home。但是很多人都不想吃哎、欸，每次都要说这个，对啊，对啊，就那你要跟他讲说，不吃啊，没有 side effect， 没有 side effect， 这样这个对，对，你要解除他的。现在听到最近，而且我们开豆食都不一定够啊，因为它每公斤低。你要吃很重，所以你都你都、啊、你不会开到60哦。我不太开到60。是哦。为什么不开六十？开四颗 BID， 四颗 BID， 八颗，四十。你要开十二颗，因为你要开六十，你要开六颗 BID。对啊，六颗 BID， 六颗 BID，QID 为什么不行？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对啊。可是其实它 steroid 你 BID 用就有效果，你可以只吃两次、啊。对，可是你感觉不一样，你觉得感觉吃那么多很恐怖，你就。这叫朝三暮四嘛？朝三暮四。对啊，你是十四，他是有，他是有帮的，但是不见。那如果说减半会好吗？0.5。哦，可是照他的 relative risk 还不错，是不是？他有写，他上面写到是，他这篇没有在讨论 stable， 他说没有就是。对啊，可是我是说他的效果好像还不会太差。我的这句谢。跟他们是有关系的年纪，年纪，哦，做复健，复健有用吗？脸部复健，然后不梦环他有做，哦，真的、哦，对他复原还蛮不错的，哦，还是他有及早使用内裤，他就我不知道他说话没吃内裤，我知道他有被我发现过，哦，真的、哦。接下来第二篇是、哦、我们的资本的第三篇啊，就是说 buffer 的 radiocarbon 可以减低我们在 local 注射的时候会不会减轻它的疼痛啊？这边主要是说我们在局部麻醉的时候 radiocarbon 是我们的第因为便宜又好用，那所以它就但是 radiocarbon 的 buff 它的 pH 值太减了，对人体来说太酸了，太酸了，所以在注射的时候就造成病人的疼痛。于是他就去找几篇 double blind， 然后他找那些double blind 的 paper， 他是都要主要他的一些 outcome 是主要是说他要他的 pain 的疼痛度是要用那种我们的 visual and log 或者是说算分数0到10分。那主要他的 radiocarbon 的 buffer 是只用 bicarbonate。那 Bicarbonate 的用量或多少每天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它没有特别是指出它那个 buffer 到底要大家看 buffer 到底要用量要多寡。那这边是它的 result， 它其实它就选到几篇，然后有七篇是有 crossover 的 study， 那其他十篇是parallel 的 group。怎么样 crossover 对不对？它就是。他没有因为这小品他没有特别检查他是什么 cross， 只是知道是前后这样子。这是我们局部麻醉，局麻，然后他就是不直接打，你都看他在 buffer， 就是稀释过后再打。以前 Michael 又有讲过啊，应该是有比较不错的。所以会不会是他伤口比较大，他可以这边打一针，那边再打另外一针，不然怎么 cross over？ 对啊，怎么 cross over？ 好特别哦。怎么 crossover？ 这个不是没有去详细看。他有七个 study 做 crossover， 哇、wow、那是应该是同一只手的两个伤口，那也不是 crossover 啊。就是先打 A 再打 B 嘛。不然去找志愿者啦。还是有啊。然后因为下一组人是先打 B 再打 A 嘛。有可能。对啊，那就是 multiple wound 才会吧。他如果问的够大，可不可以打两针呢？那个同一个问的吧。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很难解啊。同一个问的。可是我们同一个问的也会打好几针啊，有时候太长了，不可能一针到底啊。怎么分？这边比较不痛，还是这边比较不痛？对，我先打，我现在打了没有够？
打完缝完又会。没有没有，他是打的时候痛不痛？不是缝合痛不痛？下针的时候啊，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可是这样子，你要频率够长啊，不然的话，他打那边已经被针很痛，别人就不痛了。对啊，所以他要扣手指。嗯，好有趣哦。好，没关系，小品小品。然后去看他，其实 close up 其实每个人都有降低他的疼痛到负二 unit， 然后 patient 的 preference 会是比较 preference 有那个 buffer， 那 parallel 的话因为没办法做 patient 的 preference， 但是也是可以看到其实他的疼痛是有降低一分左右，每个 unit 有降低一分这样子。哦，这边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 lidocaine 它的 pH 值太低了，所以、打到我们皮肤会产生疼痛，所以就希望有个 buffer， 那 pH 值升高。那百科们打到皮肤不会有什么反应？它是 neutralize， 所以它不是打百科本那个，它等于是跟 lidocaine 来做做代入。它代入多少以后可以降低 pH？ 它因为每篇文章都没有固定的值，他们都所以他们有特别讲到说要。打力到多少，或者是吸气到多少？吸气还是多少？忘记了。可是很有趣，这我们倒是没在做，对不对？对对对，比较麻烦。我看以前我没有做过，后来就没做。那、结果是什么？有比较好。你没有直接去比嘛，但是你可以，就有感觉了，它真的是比较不错。Crossover 的 study 是确实有下降到快13分。100分有下降到13分，然后最后因为太麻烦了。对啊，你要偷药啊。那以后我儿子要缝，我可以 buffer 一下。现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只要看就是那种小只小只的。那我自己 buffer 啊，打一支百抗本来。这群人大家自己贡献右手，右手看这左手打右看一下。因为自己没打过，不知道到底有看到有多痛。对。可是病人好像都还蛮痛的、欸。打止痛针的时候，不打麻醉针是吧？我这边以前有一个痣，被我皮肤科的同学看到，他说他要把它干掉，然后就去打，痛的，但是一下子而已啊，那个很快就麻掉了、啊。现在人家都涂那个药膏了、啊，已经没有。涂药膏等很久啊。对啊。有问的会比较快吧？我说九四他们打 IV 的时候，他涂了什么？涂完半小时再帮你打 IV。哇。什么？睡足般的医疗，简单讲就是说，你现在越不吃心情越好。那 parallel group study 是没有 clinical meaningful， 虽然是有降低不关联到 clinical 的meaningful 上的意义啦，占、不到一分啦、那不过最近有几篇是说，如果你把那个 lidocaine 加温的话，其实也有效果。加温已经很多人做了，没错。有加温。加温到跟、身体一样的温度，很多人在做。有问题都看在打的时候，用手温一下。然后这边 paper 讲到说，因为急诊很忙碌，那个大家看加 buffer 其实也是几乎很少用。对，每个人上班就放一个 ampo 在身上，大家有时候拿出来直接抽。厂商不能直接帮我们弄好吗？这个保存问题吗？哦，有可能哦，会不会来都可能要酸性的？对啊，不然他干嘛做成这样？但做成中性的他干嘛不做？对啊，好问题，好问题。这边、那他有没有比较说，我打了之后是比较不痛嘛，但效果比较差？对啊，这是更好的问题。有八分，但是增加了用量。对，对。那这边的 take home message 就是说，增加来到看的 pH 值确实可以降低 local。那可以用一米今天做那个。嗯，很痛。他是不是打了有比较有比较好？我们应该有一群人可以 focus 在做痛。说哦，我们每天先抽一支在那边找，要不然你一直你要再去抽的。嗯，可以啊。那台北急诊可以先试行的。那你是不是要理工药？现在已经没有工药了。对啊。哪一个？那就可以了。台北啊，对啊。都没有了，都要理回来，没有工药。哦。其实你要东北人、苏州人都要理。哇、wow。
那是一个最难领域的。小瓶的 ，BCC 那种。哦。那第三篇是我们的第二篇啊，就说我们使用局部的 NSAID 的药物，是否对于我们肌肉损伤的话，是否有治疗的效果？片之类的。药膏，药膏。以前是都 Motrin 比较多嘛，现在是什么？现在没有 Motrin 药膏了，对不对？我要帮我找开锁的方法。没有。不一定，有时候还蛮好笑的。我问一下都没有。它那个出来的本来是应该有点油性的，你都油蒙掉的。它那个我不晓得那个叫什么，我用过很好的，对，我们医院的都不是很好。我们医院挤出来好水水的，哦，没办法吸收的，对，所以就好像太顽皮酸痛软膏，我们是你讲的顽皮，外面买的都不错，这是药局吗？药局吗？药房吗？西医也有啊。那这边 study 的选择都是randomized placebo control 啊，都年纪是16岁以上有肌肉拉伤的病人啊。那 primary outcome 是指说降低 50% 的疼痛程度。哇，还是 placebo？ 可是他的 primary outcome 这样合适吗？我可以降低 30% 我就偷笑了，降低 30% 我就可以算有效，为什么掉 50%？ 50算，因为50算起来声波差就比较小啊。哦，对对对然后就是 negative， OK， negative 要比较用。为什么你用50%的声波差？因为你的差大，越小，对，你比如说你在看两个 distribution 嘛，那你要看它显著差异的时候，你一定要，你如果是越小的话，两个 distribution 要越密，越靠近。那当我的 standard deviation 是一样的时候，我声波差越密的时候，一定是声波差越高嘛，我才会越密，因为我要让我的某一个 tail。能够小于 0.05 对不对？对，所以我要越高它这么近的时候，如果很远的时候，哇，那没关系啊，我两个分别版就会很大，就是两个 distribution， 你想说一个是有效一个没效的，分别就会很大。所以你要假设如果你差异比较大的时候，你把声波再小。对对，所以你假如说我很有自信它会降 50%， 那就声波差就可以小一点。所以我们应该把，就是为了达到那个声波的那个差异，减少一半。对，因为那个东西通常就是你 either 是有拍的，或者是你的临床判断，所以我就觉得它会降50%，但是通常是有拍的啦，就不会有这个这么主观的问题。对啊，不过它做出来是很棒，3000多个 case， 而且有差，不错啊。他取了31个 study， 在破在一起这几个 study 啊？对，他取31个 study， 31个 study， 然后3000多人嘛，对对对。然后确实有治疗的效果，然后局部的一些什么副作用的话，确实跟 placebo 是差不多，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对，差顽皮酸痛的。哈哈，对，有效对。对，有效，啊，比如说人对比较少。我跟他 local complication rate， 他没有提。最近有人在讲 fail day 啊，在贴片都 fail day， 然后另外一边说 fail day 伤肾。我跟你讲嘛 ，systemic， 你看沙龙花子为什么卖那么好？对啊，而且他估的还蛮准哦，50%。那真的是50%。所以下次你也可以做止痛贴布跟口服。那家医院就比较好，他没有找沙龙帕斯来当赞助他。他里面也有提到说，他每个都可以加，每一个他说跟你说是粉丝狗，其他也可以加 N set， 然后每个都说贴的比较好。这篇文章主要要点就是口服的会产生一些身体上副作用，比如 dry bleeding 跟肾脏功能损伤啊，所以就会考虑说用局部的 N set。那因为局部 NSAID 可以在局部产生抑制那个一些发炎组织，可以降低疼痛。那他就一些 review 是说 NSAID 跟 placebo 比确实是有能降低疼痛。那里面有些 data 是有再去比较说，因为每条药膏它的一些成分啊，它的那个量的多寡、啊、都不一样。那如果互相做比较的话，是否显著上的差异？因为 data 不足，所以看不出来。那其实中的两篇有比较说口服跟局部比哪个比较好，
是他是写说口服的止痛效果会比局部的好。那为什么他是准备三份study？哎，他是写说三个里面有两个 study 是这样，有直接去做比较。嗯。然后其中这两篇是有提到说口服的比局部的。应该是说三个 study 有去比，然后两个，然后两个里面是说口服的比 topical 的好。但是你的结论不是这样，就 topical 是有效、啊、，topical 是有效果，但是、啊、这个他把它考出来，就是说他的里面想要学习他，然后现在主要是说到底有没有效。为什么？对他那么多 case 很多都是他只有用 topical， 他没有用吃的，对，是用。他不是用 topic 跟 oral 吧？那是 topic 跟placebo。有做 topic 跟 oral 比较，对，因为其中二十一篇里面还有三篇特别就去比较说 topic 跟 oral。你意思是说，对啊，就是说他除了比较他的主要收的 criteria 是说他有 topic 跟essay 跟 placebo 来比，所以里面还有 study 特别去做跟 oral 来比啊。对，嗯，比较多啊。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比。Placebo， 然后或者说不要 Placebo 了 ，Oral Topical， Oral 加 Topical， 三个给我来比，搞不好一起用效果更好。或是没差是吧？对啊，这个可以比较。如果没差就选 Oral 就好。其实如果比较好，我们应该是用贴的比较好，或者是擦药的，因为可以随身带，也可以随时用。对啊，吃的也可以随便带，但是要去用。好不好 ？Topical 的那个卡巴的比较好。我忘了吃，然后以后的时候吃效果没那么快出来。因为台湾人好像比较喜欢吃卡巴的什么的，因为要回去很多都反复吃啊。对。就比较有病人要擦的时间开始，通常你如果开擦的要不要是开始的？对，就是开走。可以啊，可以开擦药，可以擦贴的都可以。这个中药里面拿来做止痛的是什么？番子。好。我之前听到一个广播，他们有贴布啊。对他们不知道是用什么。很多他说活血化瘀的。是。他有一个特别的药。三七啊，防风啊。所以你现在中药很熟。没有啦。是。昨天曾经说过要这个移民去美国做中医。我一直记得这个。没办法。没办法，再看医生。受不了。我同学去年去看医生。哪？他去年他。台南的小孩子诊所收掉，带他全家去纽约。好惨哦！你看，他就为了小孩的教育啊。嗯。小孩教育，美国教育比较好。不知道。他如果走了科，不一定会很惨。是啦，没有啊，他就是他的店收掉，他的诊所收掉。他去做 intern， 然后要再看儿科吗？以后。我不知道。还是当医生。不会，他会选皮肤科了。没有美国皮肤科。放射科好了。他以前放转行了，放射科。比较没有语言的问题啦。你们看到的 BB， 对啊，对啊。那冬天结束了，春天了，快来了。然后大家都走光了，春天就会来，是这样吗？为什么？体质总会改变。如果我们改建以后，我们就有春天。哦。改建。被打劫了。没错吧？都三年。三年。啊！当时听说改2008年，三年。毕你那边呢、啊？毕你那边改三年？没有啊，先改一部分，差一年多了。哦。
没有啊，这是他们的 IC 吧？那外科 IC 不是我们家的，我们老婆。哦，对外科啦，对啊。那这样外科 IC 这样离开刀房，那这样会不会离开刀房比较远？哦，对了，我今天才听说那个家那种体检科空出来的位置，可以主治医师当。对啊，那个是平静要用的。没有，以后就固定了。没有，部长那天的说法是，他至少他跟我讲的说法是说，要把它改成工作站，所以说没有人有固定的位置这件事情。哦。对，然后至于要怎么改，我就推荐他说改成 K 柱中心那个样子。哦。可以容纳更多人。桌子缩小，然后书架往上摆这样。也是啊。对啊。然后我们后面很多柜子。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收纳很重要，他说对，收纳很重要。对啊。然后有参考书在那边查吧 ，K 书都。现在拿你在看参考书，上网查资料。哦。对啊，然后就所以说部长可能会再找别人进来看吧，不小心。好，黑孔没事。我要把那个跟关键是有关这边看一看。对对对。这边就是贴的还是有效。贴的对，跑跟贴的是反的吗？贴的、啊，对，擦的不是贴的，擦的擦的吊高，我们还在做贴的。哎，贴的跟吊高有什么差？不是一样东西。它可以持续一个月，但是更有效、哦，而且它有那个 blocking 那个效果，对，就是它还有固定的效果。对，它贴久了，它好像那个皮肤会水肿，比较容易穿透。哦。昨天在楼上讲，贴的比擦的更有效，意思是这样吗？理论上是。它，但是你问题就是说哈，我们的贴布哈都是复方纸。你很难讲，如果到底贴有效是，你那个 NSA 有效还是薄荷有效？薄荷有效。不过昨天倒是，我昨天下午上在讲那个斑马那个 case 啊，有请中医药局的那个主任去看的，他好像很有经验，他说那个是药引，那个你就涂在皮上面，皮就会烂掉，烂掉，然后药方就会进去 blister。对对对对，就是他说平常市场它擦的毒性没那么大。对对对，就轻轻擦一点点，然后就。所以中医你来都看药膏来都 contact 的麻烦也是这样，哈哈哈哈哈。contact 的麻烦也是，你不要红起来一片，就很红啊，不是红，水泡一堆啊。翻猫太屌。这边买蔡培军应该读吧，不过蔡培军是假的，所以就。不过内容大概简单讲一下，就是他们这是 Mayo Clinic 做的，他们主要就是想说，你病人是如果是 chest pain 来，然后我们怀疑他是 MI 就做一堆 study， 事实上反而是增加 risk， 我看能不能找出一些是 low risk 的情况，就可以直接去排除就不要做，所以他的目标是要把low risk 的病人很快的可以排除掉。那这样子做，我们是要找一个非常 sensitive 的一个 marker 来把，只要你这 marker 实在是都没有，那应该是不行。那后来他们就是perspective 收完之后两千多个病人之后，发现说真的有找得出几个 marker。不过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他原始的 study 的 population 跟我们是不是一致、啊。他说总共收了2700多个病人，其中死亡率大概就是发生事情的人大概是12%，但这就是都、就是 MACE 啊，就是 MI 啦、death 啦，还有 revascularization， 大概是12%。那一般的状况在美国是9%，在我们这边我不晓得是多少。那不过起码这个 sample 应该算是没有说比较轻微的情况。9%是说什么？他的内文里面第一段有写说，就是你 misdiagnosis 的病人死亡率是9%，就是病人来大概有2% 的 MI 没抓到，这些病人死亡率大概是9%。他有提到这个东西。对，对啊。就是说你把你准你评估他是 low risk， 那回家。对对对对对。30天之内。对对对对对。没有，不是那个，他这只有讲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有。大概2% 的病人会漏掉，那这些漏掉的病人在死亡率大概是9%，那蛮高的。对啊，就是其实 MI mortality 好像是很高，虽然我们现在感觉上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
有剧都是有一半的人来就死掉了、啊。对啊，好。这 MI 不是有一半的病人到不了医院？就是不会。对啊。他们怎么知道？不知道，他们算接婆啊，对啊。真的吗？因为他不对啊，是有这种统计，就是说 MI 病人一半是没有，就是 alpha 病人，那另外一半是摩擦，但那个摩擦率在 MI 的，我们就说40-80%，那个其实是 overload。嗯。那反正目的就是要找出那些弱，主要他找出几个弱也蛮说服人的。你 EKG 没有变化，然后没有 CAD 的 history， 然后年纪不大，然后那个叫什么？还有痛不典型，然后主观压没有高，这些通通都没有的话，你就说他不是 MI， 那你大概会赢啊。所以顺便讲一下的方法，就是他有用一个所谓 recursive partitioning， 就是。他是先找到这几个因子之后，那 recursive partitioning 的好处是，第一个他是会看交互作用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 and 这个 and 这个 and 这个，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他会帮你挑最重要的，所以可以发现，你看他这几个因子里面，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ischemia 新的变化，新的变化最重要。所以可以看到，不过他这个比例没有办法很清楚了，有时候。从2700多个病人，先挑掉131个病人，现在是5%。所以如果算的话，这50%的，就是新的 ischemia change 的话，有50%是它的 outcome，啊、对，就是不好的 outcome。对，所以比较起来它是最多的嘛，你直接看肉眼看就知道了，有50%，其他都没有到50%，差不多对不到。对，所以它挑出来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它的这个方法好处是这样的，因为他自己就会这个照这个 algorithm 电脑的方法，就会自己会去挑最重要的，把它放在最上面。好，可是听起来跟回归很像。回归他只是告诉你说它一样重要。你说你回归 control 之后，对，可是你可以 oscillation， 你说也许你就看它是最高的也可以，但是它不过这个倒是蛮明白的。对，但是它 oscillation 它还是分开的，比如说它。理论上应该是在回归之后，要全部这几个东西都跳出来。但是请注意，他的东西叫做是，他这个病人的 condition， 他的前提是说他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他才到这里。一般回归就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的好处就是说，也符合我们临床的思维。我临床思维看了没有这个之后，下一个是怎么样？然后我再继续把病人分下来。对，所以是先看他是不是合理的话，的确是没错啊，就是。EKG 有一些新的 ischemia change， 对，然后再来是他那个要先讲一下，他前面 abstract 没有讲到，他那个他有 exclusion 的、病人的 hemodynamic stable 就直接拿掉了，啊，病人看起来像 STEMI 就直接拿掉了，然后病人的 history 如果好像讲的不清不楚，他们也不算，然后是 trauma 也不算，然后有用 cocaine 也不算，然后是 terminal illness non cardiac illness 也不算，怀孕的不算，所以说其实。如果说是一个 non-STEMI， 又听起来又像是，就 non-STEMI， 他是24岁以上，是 chest pain， 然后他又没有 STD change， 然后没有 STD elevation， 24岁以上，哦，以上，对，24或24以上，然后他 EKG 又没有 STD elevation 之后的 STD change 才5% 而已，才5%，这样会不会太少？没有，就看你的 chest pain 怎样。你如果大家 chest pain 都很紧张来急诊看，那也许是 atypical， 他还是有进来，所以他 population 的确可能会不太一样，因为要看他的地方，他有两个加拿大赛，一个是美国的赛。那加拿大是公益制度，所以跟我们一样，你只要有，而且他不用挂号费，你只要有 ID driver's license 就可以挂号。然后我去 Michael 看他的挂号，说，我要看昨天超音波报告。所以他们会很多那种很轻症的病人，所以我的确是 population 可能会不太一样。他们有提说有多少是加拿大都可以，他好像没有讲，没有最后一个是不是有？哦，有啊，1000个病人是从那个 Ottawa， 然后1000个是500是从 Kingston， 那等等 Rochester 是1200，对，所以1500是从那个。
Canada， 超过一半是加拿大。我死亡率差不多哎、对啊。MI 的不是两个，各死两个。没有啊，那 Kingston 死亡率高、啊。对啊。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差异，对不对？应该有啦，那么大应该是有。只是死亡率又，哼。OK， 所以反而是 Rochester。不过他是没有 clinic 是不是？对，没有。所以没有可能是有钱人去的地方。他最近我这次去看他就广告，他说你买我们的保险的话，就有免费的 Mayo Clinic 的这个会员，就是可以网络上咨询什么的。他们在搞会员制就对了，对，保险加会员，所以是贵族的保险，贵族的医院。对，那如果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可以看？不，他前面我是觉得他真的是还蛮严谨的啦，吼，就是他包括刚主任讲他的 exclusion， 他都写得很清楚啦。然后他这边包括 chest pain， 他的定义也是都定得很清楚。嗯嗯嗯。就是说他的痛哪里到哪里之间。对。其他地方不算。对。他也定得很清楚。然后他很特别的。就是其他 study 常没有做到，是他要去看这个东西的 inter-observer 的 agreement，对 ，CAPA 他看他怎么样，也就是说他 CAPA 他小于60%的话，0.6%的话，他就不把它列进去。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还蛮有趣的。onset 时间的话，既然 agreement 这么差，哦，对不起，是 abrupt 还是 gradual 啦？对不起，是这个。对，就是小于一小时，但是你因为这样，所以病人讲不清楚啊，或是我们没有办法问清楚，他 agreement 只有0.45，或是他们得到 information， 但是他们的 perception 不一样。嗯，对，然后 location 也没有办法很好，只有这个 left anterior 这个有办法，比较勉强及格。哦，然后 pain 的 description 也是一样，最近就我觉得最近就有在。脸书上很有趣一个话题，就是说病例中文化，因为很多什么，然后甚至有人说你应该要写爸爸哦，还是肚肚，你是不是病例要写肚肚？不然我们病例总是写 chest tightness。那我跟下一个教班说，这个病人是肚肚，嘴巴如果讲到就算，然后没有讲到，然后病例上永远是写 chest tightness。那你的 tightness 跟我 tightness 不一样啊，所以语言上可能会有很多差异，包括。像那个 vertigo 的诊断也是一样，的症状也是一样，因为它有很多叙述方法，所以包括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在做 study， 对，所以也看他们这个也是一样，他的 chest pain 的 description 也是都没有办法合格，只有一个是什么 burning quality 办法合格，你说 squeezing 啊 heavy 啊 sharp， 通通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很一致的问法。也就是说，他这些他都没有放到他的这个 prediction rule 里面去，因为他觉得这太主观了。所以，即便他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pressure squeezing 的，他的这个 oscillation 嘛，1.52嘛，是显著有差异的，但他还没有办法放进去，因为他的这个规模差太多了。所以说这个 study 还蛮特别，是他有很仔细的做这个东西。就他那边要在多少以上才会？他0.6实际上还是不够好，不过他是先定了 operational 0.6，就大家认知相同。对对对，所以这个我问跟主任问都一样，然后就没问题，所以他没有把这些放进去。对，就是这只是病人的主诉，反正他的病人也许讲不清楚啊。所以我刚刚讲 vertical study 有一个很有名的，他们每次拿出来讲，就说。好，五分钟前我去问病人你怎么 vertigo， 五分钟后冲刺我再去问就不一样，所以包括病人自己也会讲的不一样，不是谁问的问题而已，是病人讲的就不一样，所以像这种就比较难做一个客观的 indicator， 所以他就没有把它列进去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设计说，好，你碰到的来自 vertigo 的时候，
之后，你的问句字都写下来，按照这个字句去问，对，结果出来的，好，你的写的东西是不是一致？对，去看一看，这个有一个标准问法。知道我们的分接近或分离口病人进来，我们的问法事实上并不多。对，这还是会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说你问出来的，至少你问的是一致的，对，他们的回答就可能会不一致，前后会不一致，对，还有就是说，就算他们回答是一致的，对，听在我的耳朵里面，听在小强耳朵里面，可能又不一致，这个可能就是看法，跟你的 observer 有没有？这个意思会进进来，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把设定问句问都已经设定好了，结果我们去设了以后，结果真的是。每个人同一个病人啊，我们有三个人去同样的隔15分钟同样问东西的时候，哦，结果出来的一致性很高的话，可是你这个问题是 OK 的。不过我心里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病它变化很大，对，比如说 vertigo 5分钟前后可能真的会不一样，来这边躺好了就比较不一样了。所以应该是说，你要得到这个确切的结果的时候，必须要等它生成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才去开始我要问的东西的比较，一定让他比较觉得比较舒服的，他愿意听你问什么东西呀、啊？男性的厉害，就你不仅要指运，你问半天都问成了白问。我倒是觉得说这一篇应该给法官看一下。你看，这根本差那么多，他听到的都不一样。对。我法官他应该这样子讲啊，他是根据你讲的东西，比如说你写在chart的上面不算数，所以重点是你的chart的东西。好，即使现在家属说，我那时候有跟医生讲，但是你写的是他跟他讲的不一样，就是你当时写在当证据，因为你事后回想的东西都可能有错误嘛，所以基本上还是你在上面写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是 Table 2， 对不对？ Table 2继续下去，我们看这个它的 EKG finding 也是蛮有趣的。也就是说，这些病人里面到底哪些可以来预测，EKG 的 finding 可以来预测它这些包括死亡啊，还有 myocardial infarction， 这可能张医师也要帮我们 comment 一下。最强的当然就是 ST depression， 可是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因为一个 ST depression 就两三个例的话，搞不好之后如果有劝局啊，几分钟都对，要 follow 啊，没错，可能是很 early 的。而如果说现在有症状是 depression， 然后症状 relief 就回来了，表示真的是 ischemic 跟劝局，那真的是。因为最近有一个 study 就呼应小梦讲，就是他去看 serial ECG change。也就是说，他认为说我们都是在做 serial 的 cardiac enzyme， 还不是很够。而且 serial EKG change 可以更早，他说15分钟之后就看了。闷的时候真的是 depression， 然后 EKG 好了，那后来6小时 follow 也真的很高，就 monthly。对，或者是 ST change。这个先让我们现在的我们都用抽球皮来 follow， 没有注意，没有注意。没有，其实在我在 intern 的时候，忘了我总他们是一起，就是我推了 EKG 测啊，顺便推抽血管。因为我做 EKG 的时候，我要顺便再抽一次一样。那别人说我先给你看一下。啊？叫 IG。做完之后再抽啊。先不告诉他。他明知道他抽。等一下。抽吧。第二次。Stress test。哈哈哈哈哈。Take a cardio 比较抽会。那反应该先抽完血再做 EKG。哪有这样夸张？真的要不要 stress 病人啊？Stress or not, that's an issue. 所以这个他们在美国是不是像我们抽完烟再结束？他们是要你要 stress 病人完，你才可以放他回家、欸。哎、嗯，对、啊，这很可怕的事情。对，所以他们现在，所以我这次去看，他已经非常大量的 study 在做 imaging， CCTA， CCTA， cardio CTA。可怕啊！那 radiation 很多嘞。对啊，之后再做研究。但是他们就是 stress test， 因为他就是这流管很花钱嘛，所以他才是不要让你流管嘛。stress 可以接受啊，但是你又是做
CCTA， 它的它的比前六比六块钱，那个也很大吗？还是 CT 啊，对啊，他毕竟只差六四七还是，对啊，还是啊，够，应该二五六还是，不过一般就是从六四以上就可以做了，啊二五六以上，哦，这我不确定。那要200多哦，好吧。切竹筒啊。对啊，对啊，对。而且这种切法，他没有办法去那个，让打一些什么药吗 ？spasm 啊，干嘛？不，他要打药，让他心跳变慢。对啊，所以他们是也是检讨起来说，哇，这个好像没有比 stress test 来的简单，因为你要打药心跳变慢，那个是那个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因为他打药是那个 show eating 的、啊、那个什么？对，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像一般 CT 推进去扫完出来，他还要打完药让他心跳变慢。贝塔 blocker 是 show eating 的贝塔 blocker。对啊，但是他们对，就是检讨起来说这个不见得比较好。我们那时候自己，我们那时候自己开 SMO， 因为因为以前都是 CT 在开。现在有吗 ？SMO 没有。之前有啊有啊，现在有啊。因为我们上次开上次是 SMO， 因为我们有要是拿成 SMO， 对，很危险的。因为我们有做自备的那个 CT， 是变成我们医院有。哦。啊，而且 Poker 来推过。贝塔博客，说一点，然后几分钟就没。那是要 drip 的啦，那要 drip 的，不一样，他最后是 L 开头。没有错啦，但是。打成 low 声。没有。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还蛮不错的。他这个为什么要分 other 跟那个上面跟下面不一样？然后 other side 对啊，上面的比较是 ischemic， 跟 ischemic 比较像嘛 ，normal， 然后为什么 ？initial interpretation。对啊，所以看不出来。那我没有仔细看，不知道。哎，他们的一个一排就是这样子，他们做只要是做 chestplate 的 criteria， 就这样子评这个东西。我之前有跟那个都是这样分类就对了。哦，到底是哪一个 ？OK。就是说有这样子的那个吗 ？Compatible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跟 other 就对了，其他可能不是 infarction 的，对。哈，有意思，有意思。他们就是几个选项，你光看这个可以。对 ，infarction 或者是新的，所以意思说 depression Q4 它不会当做是 ischemia。啊，这样讲啊，他是说 ST depression 要超过1 millimeter 了。才是 diagnostic 那个在底下的那个两杠案，那它是超过 0.5 就算了，超过 0.5 的话其实还是有，它水小是很高、啊，嗯，对 ，OK， 所以就等于超过一就是以超过一是大概就是 ischemia， 超过 0.5 也算数，嗯，倒是有 VBP， 还是有高啊 ，1.64， 嗯，没有那么强，对对对。BBB 没有合理的，嗯，因为你都选也有，28号的时候，嗯，对，就是画过一个，嗯，所以当时哦，对，所以其实当初小儿科有一个蛮有名的 protocol 说，新生儿还是说三个月之内小孩发烧，我们要怎么样确定他没事？他就说好像是我忘记是什么东西了，然后。有四个 criteria， 但第二个是 white count， 第三个是 normal UA， 对 normal UA， 然后第四个 normal stool， 这四个都没有的话就确定没做。心里的想法是废话，可是那个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说你光是这样就可以捞掉一部分的人。对。那你看像他们这样子，这五个，我们到底捞掉多少人？刚那个 recursion partition， 五个就。如果说拉掉一千个人，以下是988嘛，从2718，其实2718里面有一千个人是不是 ischemic chest pain， 剩下的1700多个人都还是要准备啊，他不见得最后不见得是，但是还是要准备、啊。哦，怎么用这个东西，对不对？对对对对，我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听起来很不错啊，但是会不会我？这样子捞一百个，我只捞掉五个，剩下95个他好像说，比如说40岁以下、就不用再做第二次的 enzyme， 可以减少流失时间，对不对？那是捞掉1200个人哦。
就是剩下这1200个里面，就40岁以下的话，那这100多个192个就不用再做第二次延展，因为已经到走到这里为止就没有 outcome。所以也就是说，2700个人，他有1200个可以排除掉，可是1500个要进行准备吧？对，这样够好吗？筛掉一半了。对啊。一般的流光加流光石柱那个容量多少？他那有排除掉1000个。啊？没有。他没有排除掉1000个。没有啊，没有，他就是他到。可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路的话，是已经到这边了嘛？对。就会落到这边，所以那些人都不是 chest pain 嘛。他现在只是差别是在说，那个40岁以下要抽几次血。嗯、这1200个里面啊，就24个人后来出事了。啊哈。那24个都是往下走，就是大于40岁了，大于40岁。如果小于40岁的话是零 outcome， 所以就以上的话就是50岁也是一个 risk， 但40岁以下很少，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用。嗯，对，对啊，这就是我要问的，这个而且他的40岁还包含以上皆是哦，对啊，对啊，对啊，以上都是。因为他现在criteria原则上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安全的把病人赶回家。对对对对对。那你要是2700病人只捞到100个病人，剩下2600个还是要。这个是我们的思维啦，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些人通通都要留下来做 stress test。对对 ，OK。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好像 utility 没那么高，可是对，也许心脏科反而是说这些人不用住院。或者对我们来说，我们说这些人不用住院。不过我们本来就是，就是全部的流程走完了，包括到这个下面年纪继续用嘛。那你说经由这个过程，你可以筛选哦，第二套出来说哪些一定要留下来的。对对对。好。我们现在如果知道这5个 marker， 我们可以做 retrospective。可以啊。对啊。可以吗？我们就观看 typical 也可以 啊，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retrospective validation。看我们的 performance 怎么样？对，对啊，就是一个 external validation。对对 对。好，那你这样子好了，表示说那前面这四个都要留下来，对不对？有这条 criteria 就是留下来的。好，就是有，比如说有这个，有这个，对吗？他只要有任何一个，就是他需要 further survey。further survey。这是通通都没有的病人，就大概就不会有事这样。因为这些看起来是不用 perspective 说啊，看起来没有，他应该是这四个都没有的，要看第二个那个第二次的发炎症没有的时候，对啊对啊对啊，他是把年纪先拉出来，才是要再做第二次抽痰，知道我们几乎也是啦，也是啦，现在每个人都对，做完就是他认为他会不适，对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我可以应该可以很快的 run 一下，这个其实像那种。甚至于他那个就可以，他就有 database。对。甚至于他这个 study， 我当时问他一个问题说，我们抽一大堆图片，应该到底 performance 怎么样？所以他写 LRB 过了，我们可以调去年一整年，只要在急诊有抽过图片 LRB 病人，全部都可以调出来。我们应该是可以考这个。过了没啊？过了。OK， 那所以已经可以叫资管捞了。对对对。对 ，OK， 对。就他捞了。就是除了 EKG 可能要稍微还是要比一下，就是没有，就是如果要捞这个，就是主观既然都捞到，就是把里面有 chest pain 找出来。哦，对啊，他那个是所有的 troponin 都有 chest pain 的吗？对对对，这些没有，他捞了是可以捞出 troponin， 但是不一定每个都有 chest pain。对的，呀，是。有可能，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身体时候 shock 在抽。对，但是我说已经包在这个 IRB 下面。对，所以说，对，所以说变成说我们可以，既然有过一个就可以抽。嗯哼。出来之后就可以好好看。所以像我就跟资管要到那个，我拉给大家看一下，所有 EKG， 还有切碎碎的反应都要出来，只是我还没有时间去看一下。不过我们这必须要去看那个，没有了。不要。你跑比较慢一点。像这个就是他可以给我们的东西。报告。对。
不还是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报告。对啊，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报告？因为你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因为我还蛮常看到有报告。怎么会这样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手写的嘛。这个应该是 CV 打的报告。啊？这是 CV 打的报告。没有，我们记得人是我们自己打。我们自己打，我们就写在上面，就对了。那为什么会有？那他不会输进去吗？会有这个打进去的。我不晓得、啊，因为我本来以为是说我们做的电子的，他们就在电脑上面看这张纸，就直接打。对，我以为是这样的。对啊，因为我们有些没有双判读。这个应该，他这个应该是从计价，就是啊，有 order， 哎，不是 order， 你有跟健保局下的那个 M2012，对，他就有这笔资料。可是问那有 charge 为什么会没有报告？你说也许我们直接手写了，你健保局看的是你资本上没有写，有就可以就对。对啊。那所以意思是，空白的是急诊科打的，其他的是心脏科打的。EKG 不是，是所有我那些 sepsis 病人的 EKG。全部是，在急诊的吗？对啊，都是急诊病人。对，我是跟他要他急诊那个时候，我会再对一下他的日期，他有个 ED date， 所以他一定有急诊日期。但是我们这个都没有送西医做打报告。对啊，那为什么那么多是？因为都是急诊病人。报告是从哪来？而且这个报告不太像是电脑打的啊。嗯。还有 typo 呢，你看还有字连在一起。那个报告看起来不像是急诊科的。PAC 还挂号。Alternate， 哇！我们报告不会只打一行这种，我们可能打的都没意思。这个好，我以后再学习。I'm no one is teach。我们要这样写。我以后决定就这样写。太认真了，他有可能是抓你那个电脑电子报告的第一行。哇，他不可能抓那么多。啊，对对对对对对，等等等等，这个没错没错，不止啦，这边有了，这里。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Science Reason。哦，最后一个，这也不像我们可以会打报告，你觉得吗？不是，这不是我们打的报告。对啊，我觉得不可能这样子啊，我写字就不错啊，写那么多。看一下那个空白是真的是空白面。啊呀呀，会不会是？呀，sorry， 对不起大家，这个表示你看我还真的没有还没看这个东西。对，可是这看起来不知道是从哪来的，我是真的是电子档。这绝对不是我们打了，反正有报告就好了。I don't care。哈哈哈哈自动判读，自动判读，可是有些又不像自动判读的啊。这个好像是人家考分的。对啊。Yeah， 应该是啊。自动判读。我们做了那么多 EKG， 就被考。对啊，这些系统真的太强大了，真的太强了。我感谢资管，对。好，这些有什么 idea， 再来跟冠宇谈谈看，搞不好就可以捞出一些东西了，对不对？很不错。你们他直接就要就成那些，不要不要那些那个那么累的计划了。就是很难啊，现在就是他们都要看他的平板师。哎呀，比还好啊！啊，比是还好啦。对啊，就是，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一个自己收的那个类啊，对啊，那是真的。所以我们应该还是，比如说 Retrospect 捞了之后收了，就更可以说不要漏掉什么东西这样。那 Retrospect 会比较有名的。一定啊，就三四年一步步来啊。对啊。但我发现那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就觉得 Retrospect 可以好好验证一下，到底病人有 fever 却有死糖尿病，到底是不是真的 sepsis 比较不会死掉？不知道，但 research 可以看到这些现象，是听起来像不太对。对啊。可是真的还是有别的 study 支持的。对,、啊對啊。有 fever chills 比较不会死掉。不管是什么原因啦、啊，啊。有些如果 baby 都不讲话的怎么办？没有，就是你要看报，真的会看到这样。应该是说我们有七月十四没有洗，你说我们有写七月十四没有洗。所以我现在就分 shaking chills 跟 chills 不一样。就是主观的。我们当然是 fever chills， 而且最会写 chills， fever chills 是在三级的病人。哦。你坐在那边打的时候，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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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真的
回去不能病人再回来打的那种。其实那时候你已经有诊断，你一直在把一个故事凑凑。对对对对，所以这很大的 bias 啊，我承认。就是、他们其他的医院的 database 也是有限制，是这样。对，其他的前的 study 也有这样讲，说会不会病人immune还不错，所以才可以 cheers， 不知道。可是 CHILS 的病人真的 bacteremia 比较多，对啊，是真的。但那个 bacteremia mortality 比较高，而且很好玩，就是 bacteremia mortality 有发生 bacteremia 的病人 mortality 比较高。对啊，对。對啊、可是为什么 CHILS mortality 比较低？而且我遇过的就是装那个 CBO2 啊，然后病人就刚好在 CHILS， 我就看到 CBO2 本来都是78，掉了50几。哦，真的。真的，他就直接让数字往上掉，然后就。掉了之后去了停了，又不回事。没有错啊，你那个这样说的泡量比较高啊。对啊，就觉得哇，那好好玩，那看是不是？然后别人本来叫魏萌，没有其他家，不然后就吓死啊。嗯，这真的还不错。那都可以给欧布看怎么上升。哎，会不会有帮助？应该会啊。其实他们说 SCBO， 你要先确定 arterial 没有 disease。啊，第二件事情，没有办法，没有啊，第二个都没有动，都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我是说这是基本的，我是说你那个病人当然应该是够的。然后他还蛮特别，他就是说，比如说他去看、哦、所有 eligible 的病人里面有多少是不能收，所以有百分之应该是那哦对，82%的病人是 eligible， 可是没有办法进来那个 study。那你就会说你有没有 selection bias 啊？你是 convenience sampling 啊？百分之八啦，对。Not all were enrolled。就是 eligible 里面只有82%可以 enroll。这是有点其实有点那个，但是应该知道是那意思。对啊，就是18%没办法。Not all, but only 82%。Not all were enrolled。可是我那倒不是说那百分之。Not all, i.e. 82%。对啊，意思是82%没有 enroll 啊。那所有的里面，对，本来 eligible 的人，结果能够 enroll 的只有82%。对，是82 enroll 还是82没有 enroll？ 82 enroll。哦。你如果82没有 enroll， 那怎么样？对啊，这个直接有一个标准。好吧，那个逻辑我不懂。那哦，括号82% were enrolled。OK。括号前面那。呀，对，想对没错的。所以，但是他有去看那没有 enroll 病人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这个蛮重要的。对，所以像我最近那个 ICU 那个，我要把转外科全部挑出来，但是我那些电脑的话，到时候要去看。对，因为转外科很多是 CB 的去做 cavity， 那个病人都要看很好，还有很多是那种 PPA 的去开，然后看的很差，所以我还是要知道一下。对啊，这个表。对啊，82 enroll。对啊 ，enroll 的2700多个，没 enroll 6000多个。哦，对，差不多，对，没错。不是啊，我只在说他有没有82而已。好，所以差不多了。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用 clinical significant， 因为你看这个两个23跟18比可能会有差哦。但是他意思说没有差很多，只有差5%而已。其他的字还差不多。这不能算吗？这可以算啊。可以啊。2000多630这个开始可以啊。算了，懒得算，然后再剪一下。对啊。好啊。所以这个 study 它大概就这样子，对不对？还没有，主要还没有什么要，我也还没看完。是一个做的蛮好的 study。我们要这样说啊，对。我们那没有办法这样做，不过我们现在就是做传本的，人家的那个东西，我们就很快帮你 validation， 就有台湾的 data， 就赶快这边请做出来。上个月二月，对，所以我们赶快把谁写，马上抓出来，因为它很辛苦。对，所以它的 sensitivity 是100%， specificity 是20%。对，所以说如果说是97.2%到100%的话，就是说你最大的 risk 你会漏掉快要3%的病。30%，那个是不是？我也没有意思的吗？嗯，永远不会没有意思。是啊。所以还有说你那个30天，为什么他就知道30天？
那我为什么不抓两个礼拜就好？我基本上出院的病人，我要负责30天做复诊，跟我关系。我只要30天，我都没问题，两个礼拜应该更没问题。没有，我说短一点会不会更好一点？短一点。一般没有再做两个。对，一般就是先做长一点的，然后你短一点还是可以用嘛。短一点的话，有可能是神经率100，然后 CI 是99.99%，对啊，漏的少一点。因为如果你选择4天的话，里面就你现在就少。对啊，对对对。所以不是应该是更宽才对。对对对对。14天。嗯。就是你要收更多病，一遍会比较少。要收更多病。哈哈哈。我让我们的 database 呢？我量很大。然后乱一下。每天抽出不了抽，应该还应该是说你的 reroll 是，就是说是我们从我们这样类似 data 里面很容易就是。我觉得如果光看那5个，不要看其他，是。对，我们现在目前只要 validate 它的东西。对，我觉得第4个蛮难的，看 typical 蛮难的。对啦。然后病例有时候。那个你是病例有时候在套路上，对，因为只好尽量捞了。就猜啊，就是急诊病例还有住院病例都看。这样就累啊，没有，掉那个什么。电脑用电脑。对，电脑看。对，因为他现在找到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反正你就是打 keyword 进去，然后跟他自己 search， 对，先到，你只要有 typical 先捞出来，大概是，然后其他的再看怎么弄。对。我 typical 定义就是，要不然就 radiation， 如果有 typical radiation 就把不要 typical 去了。我们可以把方法解释一下，因为毕竟是 perspective。不过你如果是 unplanned 的病人，很少。而且他们那个谁先走 low risk 的部分，我 radiation 都看到都是里面。对啊，我觉得有 radiation 很准，就是有 radiation 大概就是了。对啊，不，但是你这个族群是走 low risk， 但是问到的不多啦。对，他这是 low risk， 他是还 specific。不过 radiation 他的 hazard ratio 没有很高呢，哈。你我还是一样啊，就是 right on 比 left on 来的厉害，这个已经很多人在写，对啊，就很奇怪，现在就是这很多人，这个不止他这里咯，右边都比左边来的有可能是，白内障更高，对，更高啊，他的也是啊，对啊，对啊，还有下巴，有啊，有啊，跟 left on 有差，有啊，right on 1.28啦，你可能没有显著差异啦，但是问题是1.8跟1.2还是支持。他这个差不多啦，但是很多人做就是阿水就高一点点 ，Ryan 高一点点，一样也很可观的。我们说右边不像，就不是。没有，右边比较高哦，右边的神经比较高。Radiation 可是 Radiation 也只有一点多而已。对啊 ，Population 不多。每次问 Radiation， 他们都说没有，那他可能那边痛的太厉害，有时候那 Radiation 配上可能。没有，真的痛很厉害，你不用去问。痛到冒汗了，然后这样抓着，就把直接抓一抓就危机了。对对，这个有排除掉 staining 的，或者会不会是这个问题？有可能，他把 staining 抓掉了，对啊。但是人家有没有排除 staining， 还是说右边比较厉害？好。有啊，你那里也是右边。他们这个表不是讲做出来的，他们是有一个电子问卷，不然单单要找出。他好像不是，几个是痛左边，几个痛右边。他有一个standard的那个 CRF patient flow form， 他有的，但是他很严谨。所以这个是从 form 来的，这才有对对对，他是 prospecting 去做的，对，蛮不错的这里啊 patient flow form。我们的可能就是说，我们的那 up front 也好，那东西让你觉得很难去。可是那个他说你好像不符合临界要求，因为他们说 positive quantity 然后去描述，那这样我们那个说他说你比例都会有。没有，我们现在对啊，你看那个描述那个。对，他说现在 PD 规范我看到中间，他说那个 positive quantity 后面还要有。我跟你讲，那是病嘛，只有急诊。哦。真的吗？对，我想到每次这样看起来打一打。但是我们那个点血不像
你如果像那个好像那个啊，那还不错。它还不错，点完，它自动就会出来，对不对？是你治疗手机好。那个就像你说的，在急诊会上面一群好骂啊，家属打你，对啊，一样啊。就是在急诊，但是需要把他接进来。可是病例要求他们说急诊欠，所以你是不是靠他不稳？有的时候我们是边在治疗，边在 stabilize 病人，边在问 history， 然后边在想。对啊。我们的这个做法跟传统做法不一样，望闻问切不一样啊，我们是。有作用啊！可是那个，我在看那个病例评审，那个急诊那部分哦，缺 family history 64%，有36%有打哦。别跟我们说，我说发生，我们都是这样，拷贝。出来那边就有 family history， 那抗生素。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导致有30%的用 S 零零零。但是我们是善用它，把收的东西用。前一阵林俊文不是有一个图吗？那个急诊医生很快就被拉出来嘛，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嘛。对啊，疯的急诊，没有疯的就没有专注力，就是急诊，专注力不长又疯的。